各位温馨的母亲节，在这温馨的时阵，婚和乡公所八号举办新乡应慈会感恩母亲节庆祝活动，邀请婚和乡十五个钟头所提拔的模范母亲，总共有十六位做回来甲厝内面的人接受各界表扬甲祝福。在场之前，婚和乡模范母亲由工作人员挂上彩带，并且甲厝内人翕相留念。婚和乡各界母亲节庆祝活动在八号正式举行。婚和乡长林世平表示，母亲是每一个家庭上重要的成员，因为有妈妈才会当成为一个家。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，所以婚和乡公所每年都会来举办表扬模范母亲的活动。欢迎！咱今仔日是婚和乡表扬模范母亲的日子。第一这个日子吼，我相信大家对母亲的感念甲感恩吼，充满着满满的感谢啦吼。咱嘛伫遮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吼，母亲节会当快乐大欢喜，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心。婚和乡长表示，每一个家庭时时拢会感念妈妈的温情，千万唔通等到失去了后再来后悔。今年虽然有疫情，但是现场有做好防疫措施，所以大家会当安心来庆祝。新中华新闻北边林婚和彩虹报道。